家好，我是阿路。有没得？那这是我的弟弟君君。这是我的侄儿，就是我大姐的孩子。我都已经做舅舅了，那我弟弟是他的第三个舅舅，我是二舅，我还有一个，我还有一个哥哥。So, 然后今天呢，就是还有我跟我弟弟在家的日常生活，然后还有这个小屁孩。你们今天要干嘛？你今天要干嘛？你今天要干嘛？哎，你今天要干嘛？你你要吗？你要吗？哎，你很假包哎，你假包哎。然后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行李，对，我的行李。所以今天是我搬回家住的第二天瓜。是啊，我二哥回来多久了啊？第二天是吗？哦，对，我回来两天了。然后就今天就在家跟我弟弟，就非常非常的无聊，然后就讲一下拍一下家里的日常，因为有很多人就讲可以拍你的日常嘛，你的日常嘛。我今天就拍给你们看到我在家里的日常咯。我弟弟现在去厕所小便。看这边好多小猫咪，喵喵喵喵！啊，有狗！我踩到猫大便！这边有一只白色的狗，小猫。然后这里有猪，然后这里有小猪。什么声音呢？什么？什么？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看，有狗哎！那个是嘎嘎在前面收拾洗地板啊，这是猫笼，你要进去吗？要吗？你要去进吗？你要去进里面吗 ？No。把你关起来。No。你看那边还有一只猫哎。嗯，走吧，君君不在的话，我们两个人一起走。别管了，小心啊，不要跌倒啊。看，有小猫咪。喵喵。有恐怖的小猫咪。没有。然后就有很多人，就有很多外面的人就以为我们三个人是住宿上的吗？住宿上的，对，我们三个人是住宿上的，给你们看看。你看看，你看我妈妈每次都是住那一楼啊。然后我爸爸是住最高的，然后我的大姐呢是住在叶子上面的，对，我们全家都住上面的，然后呢我是住在最下面这边的，对对对。去洗脚啊，洗脚，洗脚。哦，有鬼哦！你看脚搓搓搓搓脚搓搓搓搓脚脚。搓脚脚，搓搓再用整个，跟二舅一样搓搓脚脚，搓搓搓搓，啊对对对，哥，我这么久没有看到我弟弟，我真的跟你们讲，我弟弟现在越来越懒惰，越来就是叫他，他也不会理你那种，就是越来越肥，然后越来越懒惰，然后就是不想理你这样，真的是跟以前差很多哎，真的。我要剪指甲，因为我的指甲有点残了，所以我要剪我指甲。完美，已经剪完了。就这样。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。过来 ，OK， 站这边，站这边，站这边，站这边啊。OK， 你 stop 啊。这是他小时候，都是现在。哇、wow、哦！
我的镜头啦，按赞。哇哦 ，OK， 来，这是谁？大肥猪，这个是谁？小肥猪。手机掉了，你们居然追我！嗯，你是大肥猪是吗？嗯嗯，谢谢八公，谢谢。你刚追我是吗？嗯。哦。